俾我聽下嚇到那支標橋嘅掌聲，俾我聽下 Rosman 嚇到會屙青屎嘅掌聲。各位同胞，今晚講咗我仲要飛車翻嗰個波天去借B有三場，所以我唔會講太長，亦都要保持我喉嚨。大家知道我休光要四個字啫，死剩把口。 如果我失咗聲，咁啊，各陣就好緊開心。所以今晚我唔會太激動，不過講話一樣係會有內容，兼且可能仲有少少粗口。如果大家中意聽嘅話，就唔該拍手。各位同胞，今年嘅風水好特別，今年我哋唐人行程要行兩次。 一次就上个星期大家已经上咗山，为咗佢哋祖先行唔行咗清啊？系。下个月5月9號，星期三，我哋要送白里山上山。星期三送白里山上山，听到就唔该拍手。60年啦，我哋俾呢个政府恰鸠佢哋60年，等多30日。 我哋忍多30日，星期三一次过送返冚家铲上山，好唔好？你讲啊，记得啊！我哋今次已经冇所谓反对党啊，我邱光耀唔系代表反对党啊。正话 Thomas 讲投反对党系错嘅，我要公开纠正佢啊！我哋系新政府嘅老尾，我哋系新政府啊，唔系反对党啊，明唔明啊？ 下一届大选冇投反对党啊，投新政府，嗰地就系新政府，拍手。记住，国会一解散就冇所谓边个系政府，边个系反对党。如果你两票投俾我哋，嗱，今次投俾岩眼啦，冇咗火箭啦，有好多硬啲硬嘅几十年投火箭嘅。 感情上放唔低，我好中意火箭嗰屋嘢啊！我几十年佢投嗰屋嘢啊，依家条屋嘢唔见咗，我好紧惨啊！阿啲唔好咁激动，我自己中意屋嘢吓，又唔好激动。投岩眼一样同火箭都系屋嘢啫，岩眼点乜屋嘢啊？眼系咪可以睇嘢噶？睇嘢英文系咪叫屋啊 ？L-O-O-K 啊？ 岩眼都系碌嘢啫，一样啦，系嘛？火箭系碌嘢，岩眼系碌嘢，总之今次投碌嘢得唔得啊？嗱，你千祈唔好讲啊，我色盲啊，未冇色盲个票都系冇颜色啦，屌！我惊会画错嗰个月光同埋个岩眼啊，屌！醒少少啦，唔使俾人哋话醒少少啦，60年啦，嗰岩眼唔系正话注册噶嘛？ 如果岩眼好似麻甩啲个党注册得半年啦，又俾人取消注册，你唔识咩大红花程又可元？大佬岩眼20年咗啊，同安华俾人打一粒个号，会放马斯到依家20年啦，你仲话唔识岩眼嘅真系唔少，你都唔得啊！啱唔啱啊？好心嘅醒少少嗰个岩眼好难画咩？嗰岩眼同我回教党分唔清楚咩？系咪啊？我哋依家系同那接亚湾嘅，回教党系同那接亚湾嘅。 咁都唔識分，嗰啲包頭嘅好神心啊！一日祈禱5次啊，不過聽講攞咗那珠5000，9000萬啊！攞咗那珠9000萬就過去做那珠嘅羅仔，日日同那珠腳底按摩，有時啊雀仔按摩，都唔知搞邊飯，係嘛？下啲阿彎，屌你老尾㗎啦，係嘛？所以好多人問我邱光耀究竟你講清楚啊？你話今次胡永照。 我哋有冇機會真係組織新政府？我同你講，信我邱光耀，風水我呃你10年8年係嘛？你話呃你最多5年啫，屌！聽我講，今次我哋一定有把握換政府。點解？我講你聽，我哋中國人呢，有一個四大名著，其中一本書就叫做《三國演義》。你翻屋企睇《三國演義》， first chapter， first sentence。 第一篇章第一段话系讲咩？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嗱，呢句话系好有我哋中国人嘅呢个哲学嘅。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回教黨的下啲過咗去，毛統嘅麻下啲過咗嚟，係到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果麻下啲冇過嚟咧，今次冇得玩，謝曬行動黨加公正黨加埋阿曼啦。如果冇布薩都冇麻下啲嘅黨過咗嚟咧，我哋基本上屎灣嘅問題冇希望嘅，做翻反對黨。咁我先講啱啊，反對黨。不過有咗老馬嚟就唔同講。因為奧馬呢條友咧係好撚勁啊！嗱，坦白講啊，我歷史學者點樣形容奧馬咧？奧馬咁嘅人咧喺歷史學叫咩啊？叫做驕豪，中文叫枭雄。識唔識寫個枭啊？一個雀仔下低個毛，枭雄。嗱，什麼人係枭雄咧？曹操、漢武帝、成吉思汗、毛澤東、蔣介石、習近平。李光耀，美國一個傻人總統 Trump， 菲律賓個癲佬總統 Duterte， 啊呢啲人冚唪都係枭雄。咁那撮係咩咧？那撮係奸臣。記得啊，我哋今次嘅大選就好簡單，叫做枭雄對奸臣。今次大選就主要係枭雄對奸臣。如果咁多個字好難記，就記四個字。騎馬殺雞，明唔明啊？今次又騎馬殺雞，但我同你講啊，英文都講得好簡單嘅。今次嘅大選就 Do or die, now or never. Do or die, now or never. 冇下次噶。點解我講冇下次嘅？我唔係昆兜嚟噶。好簡單，全世界改變政治嘅得兩種方法，兩種，一種就暴力革命。Using bullet， 攞子彈、流血、革命 ，revolution。另外一種方法就係馬來西亞一種方法，甚至好多國家用到方法，就係 reformation。Using ballot， 用選票，叫做 reformation。嗱，馬來西亞以前有共產黨馬共，佢哋係 revolution 嘅，係革命嘅陳平，所以革命咧就斬人頭，投票就點人頭，每一票都重要。投票歌怎樣唱，懂不懂啊？我今天教你 One with the two with the three with the Indian Four with the five with the six with the China Seven with the eight with the nine with the Malayu Ten with the Malaysian 這個就是投票計人頭、點人頭，所以每一票都重要。我今天在 Berjam 這裡說，人人都一票。暗啲你讀過書的，或者硬鳩你 BTC 部塔車嘅都係一票，我讀到博士點啊？博士好撚威人，有三票啊！博士都係一票，我哋唐人讀華校一票，唐人讀英文書又一票，去到鑑崩又一票，印度人住喺 Estate 又一票，好平等嘅，人人都一票，馬來西亞過度平等啊，孟加拉都一票，係嘛？所以要小心，選舉就一人一票，不論你係咩膚色、宗教、學歷、性別。阿瓜如果有等級，阿瓜都一票。咁選舉就係每一票必爭，因為我哋唔係斬人頭，係點人頭啊嘛。咁要贏嘅話咧，就每一票都要贏。唐人作反，反到曬啊，馬華含家產啊，佢都做唔到政府嘅。不過馬來人一作反咧，屌就馬華做反對黨啊！你想唔想睇下馬華做反對黨嘅撚樣啊？想就唔該拍手啊！馬華做反對黨係好撚爽啊！馬華講咩啊？哎，我哋馬華代表華人啊，馬華代表華人。如果馬華死，華人跟著死。嗱，你睇下別丁，馬來西亞最多華人嘅州係別丁州，別丁州最多華人。不過從308-50到依家一年兩屆大選，十年馬華食雞蛋，民政黨食雞蛋。馬華私家了，死曬啊！便丁，便丁個唐人死曬冇？便丁係咪富貴山莊喺便丁啊？你哋行清去便丁行清啊？啊？同樣，哥倫波同雪亞俄州，亦都係唐人最多嘅州。哥倫波我哋冚棒殺曬，馬華割喪，民政割喪，哥倫波唐人死緊曬啊！你去哥倫波行清啊？你個雙峰塔入邊放咩？放骨灰啊？
Not make sense。巴华仲讲咩啊？同埋及埋嗰啲报纸佬啊，《星洲南洋》《中国报》好揾多傻閪写文章啊！我睇紧到啲文章，觉得屌你班友，几十年讲咁乜捻嘢？讲咩啊？哎呀，你行动党真系衰啊！成日逼我哋唐人好难决策啊！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做咩佢哋一横堆横咧？系嘛？睇个报纸啊！林吉祥最衰嗰，中意横堆横咯。以前又去打林苍又，林苍又系唐人精英，林吉祥又精英，我好难决策啊！你老尾嘅有选择困难症啊！我歌喉啊，林吉祥怼冧咗，警察要，哎呀，又去打许志根，佢两个都好人，点解要逼佢哋咁辛苦嘅？啊，呢家李可明仲衰，去安顺要怼个麻烧肠，点解要逼佢哋咁大选择咧？嗱，呢啲就系嗰啲报纸稿啊！阿華工會乜冚家產啊！經常講嗰個必查報講啲撚嘢，我今晚嚟幫你解降頭。好多人中降頭噶，係喎，手心又係肉，手背又係肉，你老味。我同你講，我係歷史學博士，我哋中國文化嘅傳統，從來五千年都係王對王嘅，打仗嘅時候都係名將對名將，出名嘅將軍對出名嘅將軍嘅。赤壁之战，《三国演义》系咪啊？要打曹操，曹操系咪王啊？边个打去啊？刘备加边个啊？孙权系咪王对王啊？再讲山鹰争吕布，吕布啊，吕布系奸臣中嘅奸臣啦。结果三英最后一个英雄系边个啊？关公。嗰啲唐人嘅文化素位就系名将对名将，王对王。呢个有啲咩问题嘅？点解中文报章唔明白佢傻紧呢？唔系唔明白。佢特登呃鳩你，我驚佢嚟嘅意性啲啊！我同大家講，因為呢個大選咧，馬哈爹嘅作用就好重要。坦白講，如果冇馬哈爹咧，今次選舉就肯定懟嘅唔敢絕過嘅。嗱，馬哈爹係一個非常嘅人，我同大家講非常人，呢啲歷史上叫枭雄。那一撮係咩啊？那一撮係奸臣，所以今次大選就係枭雄打奸臣。白家是咩啊？阿杜加巴大威系狗熊，阿杜加巴大威依家就两边都唔帮，点解？不如两边边个做政府食两家茶嚟？呢啲系好醒目嘅人嚟噶。马哈爹其实咧，佢就唔系咩癫马，我敢讲马哈爹系癫马。嗱，癫嘅人咧唔一定系话系二家话系傻噶，往往癫嘅人能够创出伟大嘅历史事迹。你唔信？你睇菲律宾总统够癫冇？系嘛？你睇下台北市長柯文哲夠癲冇？嗱，往往癲嘅人咧，佢就可以開創歷史新局。同大家講下以前秦始皇啊，秦始皇當時抽壯丁一齊去見萬里長城，哇，幾多中國同胞鬧佢啊，包尊啊，喺度和家坡人玩啊，黐你子山啊！不過兩千年後依家，美國佬阿布嗰船火箭上開去月光。翻嚟睇到世界嘅古蹟、文化古蹟，睇到地球嘅唯一就係咩啊？萬里長城，萬里長城，秦始皇，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中國，變咗偉大嘅皇帝。不過佢嘅朝代咧，俾人鬧係暴政、暴君。所以馬哈爹係咩人呢？我從來冇講馬哈爹好人。我歷史學者，我睇通睇透，我冇講馬哈爹好人。我未繼續遠講嘅時候，我俾大家講一個小故仔。如果你問一個小朋友，小朋友，請問夏雨好不好？佢好難答你噶。爸爸好，錯，再講過。小朋友，請問夏雨好不好？爸爸不好，你都可以講錯，再講過。冇標準答案噶，怎樣才能讓小朋友回答呢？給條件 ，you set conditions。小朋友聽好，爸爸先給條件你啊。請問久旱逢甘露，夏雨好不好？大家識回答啊？條件就是好耐冇落水啦，久旱逢甘露。請問夏雨好嗎？好。小朋友，現在每天都水災啊，請問夏雨好不好？好。梗係不好啦、啊，就好似今晚邱光龍演講，請問現在夏雨好不好啊？好。因為我演講嘅不好啊，如果邱仲喺先演講，夏雨好不好啊？好。睇到冇？呢、這個叫做給條件，英文叫做咩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嗱，你申請銀行信用卡有冇呢條嘢噶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攞你嘅信用卡去食日本壽司，有冇折扣10%、15%？下低寫清楚一個星星啊。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所以問我問下啲好人或者係奸產，放喺咩時代講啊？放喺22年去做首相嘅時候係奸嘅，放喺而家咧佢係忠嘅。點解咧？因為麥哈爹93歲喎，佢自己講噶，唔係我咒佢噶。曬一突癌啊，牙堅啱唔啱啊？嗰只唐人講咩啊？人差唔多要死嘅時候會轉死性嘅，麥哈爹依家轉死性啊，啱唔啱啊？麥哈爹幾十年做毛統主席，麥哈爹做馬來西亞一個嚇唔係個民主國家嘅首相。他都做得很多衰嘢，不過萬年難得馬斯會將功贖罪，他自己過咗嚟嗰啲陣營，我哋要唔要用他啊？ Yeah. 要唔要啊？ Yeah. 聽過嗰一句説話，如果年紀大冷哥一定聽過一個名嘅，叫周恩來。聽過周恩來冇啊？ Yeah. 中國偉大嘅總理兼外交家周恩來講過一句名言，今晚我講大家聽啊，容易入腦啊。周恩來講過：交朋友是為了顧及敵人。交朋友是為了顧及敵人，所以毛澤東就打遊擊嘅，一直打。周恩來就談判嘅，同國民黨傾訴嘅，同中國其他黨派傾訴嘅，去外國同大使館傾訴嘅，希望越傾越多啲政權，越多啲朋友支持共產黨。啊，所以周恩來嘅名言叫做“交朋友是為了顧及敵人”。依家呢一屆大選就係我哋同麥哈爹做 friend 嘅時候，點解？因為麥哈爹難得去對只雞噶嘛，啱唔啱啊？我哋林吉祥去馬拉錦峰演講，把聲鼓燈俾人污出嚟。安華演講都好有魅力，口才好過我100倍。不過安華而家坐緊監，下啲阿媽之前同我哋一齊，下啲阿媽而家俾人收買咗，去咗嗰度攞咗錢，唔係我講噶 ，Slavic Report 講噶，記者都要寫噶，係咪啊？攞得9000萬，如果我錯嘅話 ，fake news 即刻可以寫我講嘅，我冇講大話。所以問題是哦，依家有一堂車叫 AEM7833，同埋 ACL8619，兩堂車阻住人嚟，唔該。所以好簡單，而家就係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麥哈爹萬年呢兩年，佢自己講嘅話做兩年噶，佢知自己差唔多係要曬一突癌啊，牙堅，仲有兩年就到。爸爸生 do all do all 啊，佢就 do all 太過喎 ，do all 係嘛？所以難得一個老人家萬年能夠欺暗投明，佢係毛統主席離開毛統，註冊新黨懟毛統，我哋係應該拍手鼓勵啊！就好似翁思傑，翁思傑依家咪插翻去馬華公會咯，係咪啊？大家有冇睇翁思傑喺《星洲日報》嘅訪問啊？係嘛？翁思傑講：我都做過部長啊，我馬拉文好過邱仲矮啊，統籌鴨根跌落點崩根，你老味你點我話我蠢啊！翁思傑一巴冚過去啊，邱仲矮一都唔敢嘅啦，所以翁思傑佢哋咪應該俾個掌聲佢啊！而家唔單止麥哈爹，唔單止梅甸喎，仲有邊個 Rice 阿甸喎，仲有以前嗰個毛統個肥婆叫咩名啊 ？Rafida Aziz。冚唪唥都出嚟怼纳吉喎，点解咧？纳吉真系太过分，纳吉同 Rosemar 唔单止贪污，嗱，我哋嘅彭展伟讲佢玩 MDB 食钱，佢即刻告彭展伟咯，彭展伟 password 唔可以出国添啊，麦哈爹公开讲话，妖纳吉，奔隆巴，奔亚门，奔朱利，纳吉敢告冇？敢，纳吉揸紧住春袋唔敢告，麦哈爹好嘢就呢度，麦哈爹就枭雄啦。所以麥哈爹的性格呢，就大家一定要抓緊歷史機遇，難得麥哈爹出來反。我們唐人最喜歡什麼？自愛貓自愛狗，麥哈爹是自愛馬，他自己埋身的，對嗎？他自己不埋堆林吉祥請你入去嗎？麥哈爹有翁埋那邊，麥哈爹有翁是什麼？有人埋單9000萬，麥哈爹你給9000萬，麥哈爹說我身家仔使你收買我，麥哈爹做首相冇錢，啱唔啱啊？麥哈爹嘅仔家族冇錢，嗰啲行動黨仲要攞美國罐去籌款，佢哋有錢收買麥哈爹，佢唔係黐緊線係嘛？啱唔啱啊？所以講好簡單，任何人都可以被收買，政治人物麥哈爹我唔信。麥哈爹過嚟咧，佢自己仲有好大嘅經濟損失同風險。嗱，好多人講麥哈爹為咗佢個仔嘅啫，麥哈爹嘅奸產嚟嘅。我試問大家做人父母的，有誰做阿爸阿媽的不為自己兒子？
啱嘛？啱。做阿爸阿媽為自己仔有錯冇？冇。問題如果麻阿爹真係為佢自己仔鋪路嘅話咧，麻阿爹分不走同那隻表臭。Make sense 啊！我講話，因為那隻係一個咩人咧？那隻係一個 I help you, you help me 嘅人。麻阿爹懟冧咗白拉夫，那隻做首相啊，係咪啊？所以那隻係爭麻阿爹個人情嘅。所以如果麻阿爹要北吉那隻為佢嘅仔上位，好過麻阿爹去懟那隻，啱唔好？所以分不走，麻阿爹點解93歲仲要懟那隻為自己嘅仔？佢嘅仔都俾毛統開除啊！嗱，呢個就係罵話啲走狗同埋啲報界啲評論者，唔係記者啊，講多次啊，喺報紙入面放毒嘅。因為我日日睇報紙，我點解咁興就係咁咯？次次都講麻阿爹苗爭偉大，麻阿爹俾頭兒子講埋啲撚嘢，講100次，下低 Facebook 表演俾人插到飛起，仲要講嘅，冇啲羞恥嘅喺讀書人。嗱，第二個講咩咧？麻爹威有錢，威有錢所以份阿豬。麻爹為咗錢，麻爹唔夠錢咩？人到咗93歲，啲錢用唔曬為錢，我咪幾信咯。如果麻爹39歲，我相信可能搞政治為錢咯。93歲為錢，係咪啊？阿豬同 Rosma 就為錢啦，同意嘛？同意同意啊！麻爹我唔信係為錢，啱唔啱啊？啱。麻爹為乜嘢咧？嗱，93歲啊！我哋用正常人嘅思維，我歷史學者通透人性。馬爹93歲，通波仔2次心臟病。如果你是馬爹93歲，你寧願跟老婆在家裡每天晚上兜孫，還是每天去甘榜寺兜豬？一清二楚咯。如果阿哥你93歲，你仲會好似馬爹咁骨麼？慢慢食凍加啲去院講麼？唔會嘅，你93歲就笑看江湖噶，係咪？屋企睇 SO 啊，得閒同老婆食風啊，邊度仲有好似麻爹咁癲嘅，晚晚出去懟那接嘅？因為麻爹係驕雄。仲有啲講麻爹咩咧？如果麻爹真係為咗錢，麻爹其實懟那接係條數計唔為嘅。因為麻爹好多家族生意，包括麻爹嘅朋黨出名嘅一個叫做余正耀，聽過嘛？佢已經俾所得税追幾億啦。嗱。如果麻爹要揾食，好似白丫咁嘅，可以兩邊都呀呀呀呀，佢講兄弟早晨，兩邊邊個做政府我都唔得罪，因為希望漁民上台安華可能揾啲保守，係嘛？所以麻爹係真係呢種性格就驕雄。咁麻爹謀乜嘢？嗱，我哋歷史學者，我同你講麻爹謀乜嘢啊？一個人93歲，如果麻爹唔反毛統，麻爹依家喺馬來人嘅民族心中係咩咧？毛統比佢嘅評價係好高嘅。Baba Modernisasi， 識唔識個馬來文啊？現代化之父，馬爹係現代化之父。不過馬爹同阿接屌臭，竟然俾我哋嘅歷史學嗰度一個嘅國會議員叫做林依然光頭嘅，喺國會揾到個布谷實扎啦，入邊冇咗馬爹喎。從東姑一直到阿接唔見咗馬爹喎。然後教育部長講咩啊？呢個係私人出嘅，私人出嘅教科書，唔關政府事。你傻噶？私人敢出咁嘅教科書？如果政府家未冇開 green light 啊，你咪寫咯。你點樣寫我睇唔到咯，係嘛？有邊個家長要買一本教科書？不過實際咧入邊冇得麻爹嘅。你即係學日本仔，日本仔最中意咩啊？篡改歷史。我讀嘅小學博士，我睇緊穿日本仔寫咩？啊！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侵略中國，我們進出中國，進出中國。他用的字眼真係進出中國。去南京點樣？去南京 shopping 啊，自由行啊？嚇！殺咗300多萬，佢講自由行啊？毛統就學足曬日本仔啲衰嘢。馬爹一同阿接屌臭，馬爹嘅名唔見咗。所以馬爹為乜嘢？馬爹為乜嘢？今晚同你講，馬爹為乜嘢？四個字。馬爹為歷史功名，歷史功名，人差唔多要香嘅時候咧，入棺材之前咧，佢已經唔係在乎自己有幾多錢喺銀行，唔在乎幾多有幾多個老婆。馬爹亦都唔係好色嘅，咁多年馬爹做首相啊，佢冇醜聞噶，佢好錫自己老婆噶。那接就好緊緊要，那接機妹出名噶係嘛？個蒙古妹唔知俾邊個炸緊死噶係嘛？大家明白啦，唔使我寫得講，唔係一個講得咁白啦，係嘛？
所以馬爹是冇醜聞的，馬爹除開佢經濟上，以前人哋叫佢 Mr. 10%， 佢同 Sammy Wei 佢出咗名噶 Mr. 10%。不過那接仲緊要，馬接係 Mr. 40%。唔係我講啊，如果唔係記者寫我變 fake news 啦。呢個係 MACC 講嘅，馬來西亞反貪污局講嘅，馬來西亞所有嘅公公公診嗰啲政客，佢冇講馬來西亞，佢話政客 40%， 睇到冇？馬爹硬衰都係 10% 啫，那接係 40% 啊，那接唔單止 40%， 那接劃選區劃分 40% 做政府，佢真係四公仔啊，四 40 咪四個公啊，那接淨係撲街啊！40%選舉委員會越嚟越奸，如果馬爹作反，我哋唔識團結馬爹，我哋咪傻緊，啱唔啱？有咩唐人反到曬？唐人反到曬，馬人唔反，我哋冇機會做政府。我哋唔係貪做政府啊！林吉祥唔係貪做部長啊！如果林吉祥咁嘅才華、咁嘅辯才、咁嘅語文能力、咁嘅思維，林吉祥要做政府喺七十年代五一三過後，東亞沙成立咗國陣，同行動黨傾訴，叫你入，叫我哋入國陣，我哋唔入。結果回教黨入，同埋沙加威嘅 SUBB 入，仲有匹克州嘅人民進步黨入，仲有Benin嘅民政黨，冚唪唥貪做政府入咗去。我哋火箭52年啦，都係堅持原則，我哋從來冇同軍神合作。所以點解我咁惡？因為我個黨有背景。We have a very good track record， 所以我隱士，你吹得我數，你吹得我帳啊，係咪啊？所以好簡單嘅，馬哈爹依家過嚟咧，馬爹係貿易史公民，因為馬哈爹如果繼續喺毛統瞓覺同阿朱 ，I help you, you help me， 馬哈爹一香咗，全世界唔係得馬來西亞有 book research 啦，新加坡都寫歷史噶嘛，印尼都有歷史學家寫噶嘛。中國、台灣、美國、英國所有國家寫的馬哈爹傳一定數臭他，他93歲的人家都希望自己離開地球的時候，阿拉建的時候臨尾那兩年做一些好事，是不是啊？以前20年做的壞事，那兩年裡面可以補回個鍋，將功贖罪，同不同意？同意。那一個人最後能夠將功贖罪，我們是不是應該給機會他？是咪？我哋佛教思想我讲咩啊？你十恶不赦嘅罪人啊，放下屠刀入地成佛。马爹唔系拜佛噶，马爹 Muslim 啊 ，Muslim 有忏悔，准备见阿拉，所以马爹道歉，以前做错嘅嘢。马爹过嚟嘅时候咧，林吉祥有冇同马爹道歉啊？啊，唔好意思，以前我屌错22年 ，sorry 啊。林吉祥冇道歉啊。林吉祥讲以前我咬嗰啲系咪啱噶？反而馬哈爹過去同我哋道歉，佢講以前我誤會咗佢哋，以前我以為行動黨係唐人三民主義，點解我參加行動黨嘅大會，原來行動黨大會入邊講馬閪話嘅，梗係啦，唔通講富話咩？因為行動黨大會入邊有印度人、有伊班人、有卡塔山、有馬閪人，唔通講富話咩？啱唔啱啊？我哋個黨歌都係 DAB 咪裝運獨立人物嘅事啊！馬爹嚇到喎，以為佢哋唱火箭黨，火箭黨啱啊！馬華就係唱中文噶，馬華以前國民黨傳統啊嘛，啱唔啱啊？所以佢哋行動黨係多元種族主義嘅，所以依家難得馬爹嘅黨過嚟，能夠幫手嗰啲馬華走狗同埋報紙嗰啲評論者又喺度放毒，講咩啊？啊！林吉祥投機啊！如果是加巴星好有原則啊，加巴星一定反對和馬爹合作。嗱，呢啲又係嗰啲報紙佬、評論者放毒，好多篇啊！阿哥，我哋大家去研究下，有好多篇嘅文章啊！我費事反駁，因為覺得屌啲文章好嘅低 B 嘅，我成住院講就可以反駁佢哋喎。唔通嗰啲馬華友又去安順嗰個唔知咩神廟拜個加巴星啊？佢請加巴星上堂。啊，星爺，星爺，你話佢會唔會支持林吉祥同馬哈爹合作？星爺，星爺開個聖杯啊，合作唔合作？合作唔合作啊？我黐線嘅班友啊！嗱，我同大家係講道理嘅，我係歷史學者，我用歷史嘅角度同大家分析，加巴星早走咗3年，當時仲未同馬哈爹合作。不過如果加巴星仲健在嘅話咧，加巴星都會同意我哋同毛統合作，但係同毛統嘅叛將合作，點解？講歷史啊，5分鐘講曬。
1985年，當時的財政部長是東姑達沙利，去牽涉圖租佔用曹允25億，在國會被林吉祥教化聲嘶到去開花。不過1987年去同下爹屌臭，被開除，去成立了46黨，是不是？大家有聽過啊？八啲十萬壓暗八個暗男，結果呢教化聲和林吉祥咪同阿沙利一起合作。90年大選，我哋舉手，舉手當時唔係叫烏巴，佢哋叫杜加。不過馬爹又驕雄，馬爹最尾一分鐘捉到阿沙利一個痛腳，佢話阿沙利去揾團結黨派練傾偈，團結黨招待佢，叫佢跳舞，跳嗰啲塔塔山人哋豐收舞，中間戴咗一個帽，類似十字架嘅刺繡。馬爹就放俾你得下人活到山 DVD 噶，慢慢講話東姑達沙利出賣馬一人，準備堅壓基督教國。結果46就咁樣阿河。當時教化聲有冇支持阿沙利啊？有，教化聲有原則嘛？有，不過一定點解都要支持阿沙利？周恩來話齋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交朋友是比較故意啲嘅。1997年，大家仲記得亞洲金融風暴嘛？當時做緊財政部長係邊個啊？安華兼副首相。安華處理金融風暴嘅手段，林吉祥係唔同意嘅。點解？因為安華俾個傾向 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手段，林吉祥係唔同意嘅，加把聲係唔同意嘅。不過過後安華同馬爹屌臭馬爹屈佢咁樣，安華出咗嚟成立咗咩啊 ？Reformasi 公正黨，啱唔啱啊？加百星有冇講？哇！安華極端分子以前喺天后宮開會嘅時候咧，送我啲唔識中文嘅馬雞先生去做副校長，冇嘛？一筆勾銷啲恩怨啊嘛？點解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加百星一樣係同安華合作，比林吉祥仲緊要。點解？因為加百星做咗安華10年嘅辯護律師，一針都冇收，義務辯護律師啊！所以俾加百星一個掌聲。在天有極，我先聽到我講乜嘢嘅。中國人嘅兵法講咩嘢？凡是從敵營過來的人，我們都要用。凡是從敵營過來的人，我們都要用。而且棒骨越嚟越高。東姑達沙利財政部長，安華副首相，而家係穆希丁副首相，加埋夏爹正首相，越嚟越高。我哋係咪應該支持馬爹過嚟同我哋合作啊？是不是啱唔啱啊？呢啲咁嘅 simple argument， 點解中文報仲有咁多奸產寫嗰啲嘢咧？評論者，我希望個記者可以同我寫呢段反駁，得唔得？你有錄音嘅，我知道係嘛？好簡單嘛 ，simple logic， 你 stupid don't make sense， 寫評論好似冇讀書咁樣傻緊。所以我話好簡單嘅，敵營過嚟嘅人，我哋一定要用，而且班級越嚟越高。如果大家仲唔明白嘅咧？我講多個歷史。2000年，點解台灣陳水扁民主進步黨從反對黨會成立咗執政黨，懟冧咗國民黨？如果你睇 SO 啊，你都知道台灣嘅政治局勢係國民黨係眼影，佢哋嘅支持率係60%，民眾黨係虛影，支持率係40%。選嚟選去，民進黨最多係台北做市長，台南做縣長，宜蘭做司長。冇可能攞到台灣總統大位，不過點解陳水扁兩千年可以懟冧咗認真，懟冧咗國民黨，成為咗中華民國嘅總統啊？原因好簡單，因為台灣出咗個馬哈爹，佢個名叫做李登輝。李登輝嘅驕雄就同馬哈爹嘅驕雄一模一樣。李登輝當時就係將國民黨60%拆兩個，一個叫30%嘅國民黨。由邊個代表上陣啊？認真，一個叫做清明黨，邊個上陣啊？宋楚瑜，仲記得個名嘛？記得，記得咁鬼拍手。如果國民黨60%咧，陳水扁40% 一定做反對黨。不過60%，當時嘅國民黨主席拆咗國民黨，就好似而家馬哈爹做緊做武統一樣，佢拆咗一個白殺都出嚟。嗱，所以咁嘅性格咧就叫驕雄。馬哈爹拆緊毛統，就好似當年兩千年李登輝拆國民黨。國民黨一分為二，同陳水扁選3-3-4-4執死雞。
今次就是馬克爹在鑑邦就拆了毛統的權力根基，而且根據那個達菲茲啊，俾個養牛害死佢噶嚇。達菲茲有一個 NGO 叫 Invoke 做的電話調查，所有的溫章調查，你話18%啫，10% 支持毛統的宣過嚟，接拜就好事了。10% 從毛統過嚟，我哋去做政府噶，好唔好啊？10% 啫，唔係多啊。而且最近一個調查，我聽那張睇到都驚啊！全馬來西亞最受歡迎、最受尊重的人是馬爹，佢老婆排第二個人，係嘛？那張唔知排幾多，都可能唔敢放個排名啫嘛，大佬係嘛？睇到冇？依家個民情喺鑑邦嗰邊個海嘯幾緊要啊！記住啊，記者朋友可以幫我寫幾句啊！我話毛統就係海盜船，郭振呢個係60年嘅海盜船，海盜唔驚浸水嘅，浸水邊度浸得死海盜嘅？啱唔啱啊？海盜驚乜嘢？海盜驚海嘯，海嘯嚟嘅時候海盜船都冧啊！啱唔啱啊？所以馬來海嘯唔夠，華人海嘯都唔夠，印度海嘯都唔夠，斯馬海嘯，仲有咩咧？仲有東馬海嘯，仲有一個今晚我要講嘅女人海嘯。所以個副句唔該拍手。人哋講好多 Andy 或者係小姐或者係姊妹對政治比較冷感嘅，今晚我睇到好多 Andy 嚟喎，好多姊妹嚟喎。我邱光耀咪又咪劉德華又咪先生殺手，點解咁多嚟嘅？因為大家都想懟那招，係咪啊？姊妹唔該拍手嘅，俾記者聽啊！姊妹嘅聲，男人冇拍手，男人冇拍，拍多次俾記者聽，姊妹拍手。呢個就係婦女孩笑，好多人冇講噶。呢個新派我今晚講，我哋馬來西亞60年從來冇出現過女人做副首相，係咪啊？係啊。印尼啊，又回教國家，印尼佢出現過美加滑啲咯。啱唔啱啊？喺巴基斯坦啊，必那茲都曾經出現過啦。你唔好講回教國家、佛教國家都出現啦。泰國都有咩啊？黑仙阿妹咯。緬甸都有硬生素枝啦，唔係余寶嗰、那個啊，余寶個假噶嚇，個楊紫瓊係假噶。我講真嗰、那個啊，佢哋馬來西亞從來冇出現過女嘅副首相，今次機會嚟噶，所以晏啲你一定要投俾女人。啱唔啱啊？啱。晏啲希望睇唔到個又一個女人做副首相啊！馬來西亞60年冇試過嘅喎，我哋俾富嘅一個掌聲好唔好啊？你睇到冇？呢個改變就喺度嘅。好多人睇到馬爹嘢，冇睇到甲灣嘅。我今日同甲灣講啊，呢個女人係偉大嘅。佢老公包監兩次，啱唔啱啊？佢自己從一個醫生慣啲又驚熱嘅經常院過嗰個線嘅。白線公主咁樣係嘛？佢應該報酸㗎啦。點解咁辛苦出嚟同馬華、同民政、同蚊走狗、同毛統打咧？呢個媽媽係咪值得所有媽媽投一票嘅？同唔同意啊？同意。所以30日後，我哋希望睇到唔單止奧馬做正首相，我哋希望阿馬來西亞創造歷史，出現第一個女性做副首相。同意㗎，唔該男女同胞一齊拍手。馬華喺度講乜撚啊？馬華講啊，你哋再唔支持我哋馬華，我哋政府嗰邊冇咗呢個，冇咗唐人就慘啊！我哋做政府呢個冇埋毛統添啊，何止冇埋佢幾隻唔嘅九品芝麻官啊？啱唔啱啊？你阿接哥都坐監啦，係嘛？依家唔係講哦，佢哋含含損失行動黨做反對黨。所以那吉繼續做政府，所以那吉嘅國陣政府喺30個後係冇唐人。嗱，呢啲係嗰啲報紙寫評論嗰啲撲街，即係我唔知嗰班友有冇讀書噶。記者唔敢我寫低，我係舉嗰班評論者，好深啊！容下怒啊！如果今次係廖振棟打威公公。知唔知佢哋威公公啊？依家唔係喺阿爾丹馬選廖振棟做反對黨議員喎，唔係啊，
是鳥震動，如果有螞蟻海嘯懟冧咗威治阿省咧，結果就鳥震動係新政府嘅部長，然後威治阿省就唔該退休噶，係咪啊？仲有穆兆福，我哋烏修府行動黨嘅組織秘書，我哋依家喺芙蓉準備食嗰只貓山王，叫做鄭新允，係咪啊？依家鄭新允好心嘅，依家嘴喵喵個樣係嘛？眉尖額讚嚟講，睇個相都睇到人嚟奸，你又好中意啦。鄭新允後門部長，記者朋友如果睇佢 Facebook 都知道，佢馬基文差 ，A 站成日錯 ，Spelling 又錯，中文都寫錯。我睇個記者嘅水平都高過幾倍，俾個掌聲個記者好話聽。咁嘅人做過你個副教育部長啊，仲講豬胸醫療啊，係咪啊？嗱，如果係陸兆福贏咗芙蓉咧，陸兆福做反對黨啊，鄭新允仲有面入去做？啊！私下醫院入去做副部長冇噶，鄭新允嘅行白硬行硬做反對黨啊，風水輪流轉啊！我哋做政府仲要委任鄭新允做上醫院啊？你食大頭菜嘅黐緊線啊，係咪啊？你收皮啦！如果文東、黃德啊，我係好戰友啊，同緊你歐仲矮打，你歐仲矮係堂堂漫畫總會長，你歐仲矮輸咗過後，哇！文東冇部長啊！黃德不是部長啊，希望聯盟最有機會做環境部長的就是黃德，因為他是綠色運動出身的，對嗎？沒人才，我不知道他報紙怎樣寫的，報紙評論員怎樣寫的，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蠢呢？馬爹就說麥根都行，我的友人那些名字我可以給你的，如果你需要的話，那些做走狗的評論者那些寫的，全部都是馬華的槍手，其中一個最出名的，我不知道阿生是什麼報界的，你什麼報啊？麻煩你啊，中國報，中國報好一點，坦白說中國報好過星洲好很多，大家買中國報看，最狠狗是星洲日報，尤其是那種曾鼎成，同意嗎？記者朋友都笑的，你都同意的，好狠狗的那傢伙，南洋商報一個仲狗的叫做爭毛錢，是不是？我沒有點錯相的，我敢屌他們就真的這班人好狠狗，所以我跟大家說，千祈在三十裡面買中國報，明天不要買星洲日報，行不行？這麼 happy 嗎？所以我跟大家說，這個時候就是關鍵的時候，我們唐人一定要洗了那個光頭，沒有所謂馬華裡面再做官的，馬華全部退休了，全部全部全部剷光了，我們行動黨裡面沒有唐人了，陸兆福不是唐人了，李可明不是唐人了，李可明去安順，李可明打麻燒腸，王對王，明將對明將，萬一李可明贏了做反對黨，安順沒有了麻燒腸會死嗎？冇咗麻燒腸，唔識食豬腸粉啊！你個黐線噶係嘛？所以李可明又係新政府嘅部長，掌聲俾李可明聽啊！嗱，我有啲朋友咧係睇印度報紙嘅，因為我哋行動黨中央有好多睇望呢啲報紙嘅，又睇馬基報，我係睇中文報噶，因為我唔識印度報啊，大哥係嘛？又睇印度報嘅，我講印度報講乜嘢咧？印度報有冇講如果係？各大黨輸了沒有印度代表，沒有啊，各大黨都沒有說這些話，是只有馬華好緊賤格說這些話，還有一個馬華有很多人是恐嚇你的，你們沒有投反對黨啊，你們投眼鏡啊，我們知道的，那票有少年男不我們登記的死就擠到你的，你做公務員的千祈不要反政府啊，公務員哪有反政府啊，公務員支持我們新政府不行是吧，我哋新政府嘅公務員支唔支持啊？支持。你唔支持我新政府嘅，你死啊！你又俾我恐嚇翻你啊，大佬係嘛？開玩笑嘅啫，係嘛？公務員應該中立嘅，啱唔啱啊？啱。所以好多華裔教師，因為我太太以前做教師嘅，喺讀中教書，佢好多喺台灣翻嚟嘅朋友喺教育界服務。佢講：，你個工係超人啊！問下個工，我哋華裔做教師，如果畫反對黨啊，畫火箭啊，或者係畫眼影啊 ，check 唔 check 到嘅？我時講做先生嘅點咁撚蠢啊！我唔知道嘥幾多嘅 K 嘅，你解鋼頭啊！嗱，聽好，
唔好笑，今日康能健都要做降頭嘅嚇，我而家幫你解啊！大家唔好笑啊，未笑嘅時候會走火入魔噶。嗱，如果今日投票，你投俾嗰條屎班眼掹，夜晚開票，嗰條屎班眼掹做新政府，國陣執到你冇？國陣做翻啲黨點樣執你啊？啱唔啱啊？如果今日投票，你投俾我哋眼贏，國陣又再做政府。國陣做政府，佢仲使執你啊？又係喎，啱唔啱啊？同唔同意啊？佢哋贏咗，佢執你唔到，佢贏咗仲想執鳩你咩？做咩咁撚簡單，你都咁撚蠢啊？呢啲就光頭啊！我解光頭勁唔勁啊？勁就拍手啊！Simple logic， 大家應該明白，所以我話好多噶。以前啊，505啊，我哋而家回憶 refresh 個 memory。505嘅時候，你有冇睇到馬人嘅禁區咁多人嘅？冇喎，多數 Facebook 睇到佢行動黨啊，係嘛？哇，人山人海啊，賣 Uber 啊，賣我邱光耀 DVD 啊，哇，雙龍出海，我同李強明當時未屌臭嘅時候一齊幾撚勁啊！而家我好翻咗，兄弟啊，好翻咗，係咪啊？當時行禁區唐人反到曬啦，係嘛？馬人唔知啊。當時安華都未坐監嘛，安華當時入 Felda 有時都入唔到啊，阿美毛同好勁擋住啊。而家去睇馬爹去到嗰啲 Felda， 我講多個故仔俾你聽做對比啊。你大家有冇時間啊？有。今晚講到12點好啊。啲水嘅啫。喂，攞水嚟喂。兩年前。在再開一個地方叫做八四故鄧，當時林吉祥74歲，帶住牛振東、朱鑾嘅過去醫院，亦都係我哋火箭黨左可州嘅主席。開埋俾佢，開埋。我唔使咁大支，咁大屋嘢咩？細屋就得噶。當時林吉祥同牛振東去一個地方，係毛統嘅區嘅，叫做八四故鄧，喺嗰度開咖啡店論壇。幾個國比茶堡，當時都唔係而家咁 hot 啦。兩年前政治好低潮噶嘛，幾個阿伯喺嗰度聽林吉祥吹水，講到一半，嗰啲毛統著紅衫嗰啲錯誤都叫咩啊？乜緊病啊？啊，嗰啲乜緊病咧就嚟啦，錯誤都嚟到包圍國比茶堡，噴白煙、隔焦嘅，然後個學就準備掟磚頭 ，stop。是你打那么来又不灭是干？又进那碟饼，啊！当时演讲到一半啊，牛振东傻咗啊！林吉祥啱吓到，林吉祥讲 OK， 闩麦，佢哋走。牛振东准备闩麦要走要上车嘅时候，嗰啲毛统青年团三星啊，《星洲日报》头条，仲记得嘛？碾住牛振东嘅喉咙，牛振东冇办法，闩麦上车走。當時報紙我唔知邊一家邊有寫嘅，共同用嘅字眼叫做忍辱負重。飲咗啦！我讀書少，呢個字好深，我唔識。林吉祥、牛振東俾人箍住喉嚨，忍辱負重，我唔識，我識得廣東話四個字啫，揸住重擔。家未聽到嗎？冇计嘅，当时为咗大局，林吉祥74岁要俾20多岁嗰啲乜咁必恰，因为林吉祥讲唔可以打交，唔可以反抗。如果一打交反抗咧，报纸即刻出，所有马基报就讲咩啊 ，Orange 战啦 ，Google I'm no， 系咪啊？水洗都唔清。嗱，而家喺八四古登咧，上个礼拜我哋希望联盟嘅宣言啊。老夫做宣言選擇在八四古丹同一個地方開啊！12000人歡迎林吉祥啊！睇到啦！兩年前俾人趕出去啊！而家咧入邊拱班拱拱拱拱拱拱啊！啲一齊嚟啊！行路有風啊！點解？因為奧馬好嘢，俾多個掌聲奧馬！你睇奧馬93歲，奧馬點樣企啊？你個馬點企嘛？你有聽過那出點企嘅嘛？
嗱，記者俾佢影啊，那接咁企嘅，我睇佢敢唔敢登啊，係嘛？那接係咁企嘅，那接打打 golf， 你睇到冇？你睇到冇？那接係咩性格？你睇到麥夏啲係咩性格？驕雄就係驕雄，所以麥夏啲咪喺禁崩院講有人聽，咪喺禁崩入邊，那接俾麥夏啲插咗個唔敢反駁，麥夏啲叫佢有本事出嚟辯論出嚟，那接從來唔敢去嘅。如果佢身冇屎，點解佢唔敢識眼硬鬆叫埋阿 DM DVD 家識眼硬鬆睇埋阿爹點樣俾那支闊到撲街，啱唔啱啊？如果佢冇貪污，好啊，馬爹嚟，我監你坐佢辯論，我就識眼硬鬆俾埋阿爹出醜。不過佢知道自己衰，俾埋阿爹捉住痛腳，佢打死都唔敢嘅。所以睇到冇？所以我話埋阿爹好嘢就喺呢度啊！埋阿爹93歲仲有咁嘅魄力，有咁嘅膽識。我哋如果唐人93歲嘅麥夏爹呢個時候過嚟，我哋仲叽叽吉吉。麥夏爹信唔過，麥夏爹以前都係奸賊嚟㗎，我唔愛麥夏爹啊！行動黨冇原則啊，點解同我奸賊一齊合作？你係咪傻㗎？我比喻啊，比喻啊，聽清楚啊！毛統玩 MDB 就好似個賊佬，攞住班鈴都入你屋企搶曬嘢，綁曬你屋企人。麥夏爹聽到那招打搶，毛統比喻啊打搶，麥夏爹攞班鈴都跳入你屋企。唔使驚，我救你，我同阿超打過。尤其就蠢，冇俾馬爹入去啊！馬爹22年前爭你阿爺嘅麻雀數未找啊！有冇咁蠢嘅唐人噶？有咁蠢嘅唐人，該拍手。好財硬啲啊！如果唐人冚唪都好醒嘅，歡迎馬爹救佢嘅，唔該拍手。再嚟，媽話仲有好多衰嘢，我今晚再數俾你聽。我哋小朋友喺小學嘅時候，我哋聽讀過一本叫做《伊索寓言》，入邊有好多童話故事。我今日嚟講其中一集童話故事，叫做《農夫與蛇》。農夫與蛇呢個故事係點講咧？佢話以前喺西方有一個農夫，傻人嚟嘅，好心腸。佢一日冬天翻屋企，行到一半。見到路邊有一隻細蛇仔，蛇仔因為冬天落雪，那蛇仔差不多要死了，被那些雪差不多，哇，凍到差不多要死了。那農夫好心，哎呦，好可憐啊，那蛇差不多要死了，我們人有好心之德，將那個蛇撿上來放在黏裡面，然後那個蛇在那裡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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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個蛇一醒翻嚟噶，就咬個農夫，個農夫就死咗。但係呢啲係我加入去噶，伊索寓言冇啲噶，係三級嘢。不過結局同我講一樣，就係咩咧？好心做壞事。依家有好多年紀比較大嘅啲人噶，睇到嗰啲報紙嗰啲評論嗰啲廢嘢講嘅，中光頭。哎呦媽話工會好慘啊！上一屆我哋打到馬華變咗 7-11， 好似蛇咁啊！哎呦，呢隻阿生點解咁瘦啊？喂，隻阿生啲頭髮白曬，我好撚慘啊！喂，隻阿生就嗰條蛇啊，同馬華工會嗰啲冚唪嗰啲蛇啊！啊，喂，隻阿生硬咕咕，喂，隻阿生。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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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華工會啲部長一醒到佢，獨中統頭，嗱，萬八點萬斤。慢慢等啊，係嘛？所以你如果蠢嘅話，就係個伊索寓言嗰個農夫戇鳩，農夫與蛇好心做壞事。有牛振東唔選選威公公，有黃德唔選選個恩仲禮，係嘛？有仲禮啊，山登嗰個啊，啱唔啱？有陸兆福唔選去選嗰個貓山王，你係咪黐撚線啊？你班友係嘛？啊，有李可明唔選去選嗰個馬蕭強。啊！子彈都分唔清楚，係嘛？嗰條友仲講咩？係喎，好笑！睇到嗰條友就好笑。唉，大家安順人真係醜啊！點安順出咁嘅人？佢講咩啊？佢個華語好差噶，硬加你搞搞佢華語嘅發音啊！佢講咩啊？行動黨派李可明來安順，殺掉我，要殺掉民進黨！哇！嗰啲華語真係好緊好嘢啊！李可明來安順，唔係殺掉馬蕭強。再講多次啊！我哋係 reformers，
嗰地唔係 revolution， 你口面去選舉，馬蕭強去選舉，大家選民用票嚟選你口面做新部長，又馬蕭強退休點啊？嗰地豬馬蕭強狗族啊！我哋安順殺祭姓馬噶，孫中山時候就係、是，孫中山革命嘅時候就係、是，孫中山係革命黨啊嘛，嗰地唔係革命黨啊嘛，係咪啊？孫中山當時，如果你有睇嗰啲李連杰做嗰啲黃飛鴻啊、南兒當自強係嘛？當嗰啲清兵啊，著住清兵嘅衫，中間個勇字嗰啲係嘛？佢都嚟到嘅革命黨開會地方，抄咩先？抄名冊，抄興中會、同盟會、紅花會、小刀會。有冇聽過紅花會啊？未賣紅花油噶。紅花會係革命政黨嘅 NGO 噶、啊、支持孫中山嘅 NGO 噶、啊、所以嗰啲革命嘅領袖會一睇到清兵嚟，即刻燒名冊嘅。點解名冊落到清兵啲走狗嗰度咧？死噶！你真係害死人哋。邊個我姓邱搞革命，我成個姓邱黑根冚唪死曬，豬狗族。當時就係嚼咩抄家冚家產就咁嘅意思。而家係選舉啊嘛，運嘅特度嘅特 tree 乜講咗啊？嗰地 reform 馬斯嘛，唔係 revolution 嘛，係咪？馬蕭強輸過一擺嘅，係咪大選係嘛？胡景湖輸咗，馬蕭強有冇死啊？結果馬蕭強補選又含冤翻身嘛，戴安娜死嘛，咁戴安娜有冇死啊？戴安娜而家結咗婚添，邊有死啊？啱唔啱啊？所以林吉祥都死兩次啦、啊。結果依家林吉祥咪出去打選舉輸，乃勝負乃兵家常事，不過係冇參冇抄家噶，冇豬狗族噶，冇斬人頭噶。所以馬華嗰班友講話冇 make sense 噶，呢啲係降頭嚟噶。個報紙不斷仲係放咁嘅降頭，啲評論者仲係放咁嘅降頭，唔醜嘅咩？嗰啲評論者真係惡得嘅班友，係咪真係當我哋台冇讀書噶？又當我哋冇讀馬來文噶？掂掂班間又講係陳恩啊，係嘛？嗰啲放天線啊、話仲啊，仲出嚟含硬破硬怕。係啊，我哋軍中都係咁嘅寫噶，都係掂掂班間噶。後生嘅班做狗冇咁撚狗啊，狗就好啊，狗都仲狗過狗嘅班友真係。啲民族冇尊嚴嘅咩？啲為咗做官，為可以破岩怕捧春袋，可以講咁嘅嘢咩？你唔驚以後嘅子孫笑緊你嘅咩？係嘛？我邱光玉去到邊度？我飲茶好多人請飲嘅，我去食嘢好多人，我唔使俾錢嘅。點解？因為人哋當我英雄，同意嗎？我周圍遠港幾撚多人同我 selfie 啊！阿姨阿婆都當我是殺手啊，阿婆殺手先是殺手幾緊緊要啊，是吧？點解呢？雖然講我講話有粗口，不過人家喜歡聽啊，同意就拍手，唔該。因為 make sense 的嘛，因為我讀過書，我不需要拋書包嘛。如果我讀書，我歷史學博士啊，我讀幾緊多古裝書啊。如果我拋書包，你聽唔明添，我睇緊死你，我用文言文嚇緊死你啊。不過我喜歡用廣東話。我中意用嗰啲古惑仔嘅話嚟講啊，你吹得我漲咩？所以重要嘅係乜嘢咧？重要係讀書人攞出良知，民族良知，唔好指鹿為馬。呢個係孔師姐講噶，不要指鹿為馬。明明係跌嘅跌崩間，都唔係跌 in draft 間，做咩要指鹿為馬咧？馬華公會嗰班友正撲街嘅。所以我同大家講，我邱光耀依家敢企喺個戰車嗰度，大大聲同佢講。甚至即係我係同個記者有少少矛盾添，不過問題我從來唔驚過，點解？因為我知道我哋喺 Penang， 我哋喺雪州得到大家嘅支持。以前馬華民政講我哋行動黨口爽爽大隻講唔識管政府，三零八俾咗一次機會我哋管得凹凹掂，係咪啊？係。我哋管到兩個州係馬來西亞最有錢嘅州，就係 Penang 州同斯里蘭卡州。呢兩個州管到top top掂，所以我先至有勇氣企喺個戰車同你講，我哋有 track record， 10 years track record in Selangor and Pulau Pinang。咁依家我同你講，我哋嘅 track record 係咪可以你俾個機會我哋五年做個中央政府，得唔得？我好公道嘅。我冇話啊！你哋俾咗巴里山六十年，你今次你俾翻個六十年？我話大哥，六十年你埋身契咩？五年啫嘛，五年如果做唔好，咪趕住落台選翻巴里山咯。咁馬來西亞就有人先知啦。而家馬來西亞喺州嗰度有人先知，全國沒有人先知。人先知過後，我同呢個阿哥講，你做報紙有咩好處咧？
你哋嘅蟻身就唔使每一年renew。依家佢哋就揸頸就命，拍手啦喂！每一次都俾人哋箍住個喉。我同情你噶，我同你其實同一家，點解啊？因為你係報紙，我係歷史學者。你今日寫嘅嘢就一百年後我寫嘅嘢。今天的新聞就是未來的歷史，係咪啊？如果今天新聞講偏話，以後我寫歷史我就誤導子孫。就好似日本仔講，精出難精。所以你冇講大話，我就唔會寫錯歷史。依家點解報紙好多要講大話咧？尤其是馬拉報、英文報講大話追緊緊要。點解咧？因為毛統收購咗，一威逼利誘，俾錢收買糖果好處著數。第二唔聽話，丟銷嘅資格，丟銷嘅報紙準證，睇你飯碗行文幾百個中國報嘅跳舞，睇你驚唔驚跪低，係咁啊？依個就係同意嘛，哥，我咁快就同意啦，嚇！去做記者嘅，希望能夠暢所欲言，啱唔啱？希望馬來西亞嘅新聞自由，你投俾我哋，投俾我哋，我哋係一百日裏邊就廢除曬所有惡法，首先就出版法令。報紙就解放，大專法令，大學生學生運動解放。你哋講哦，我又冇搞學生運動，我又唔係做報紙佬，你哋啲惡法對我冇影響嘅？唔係啊，有一條係中噶，反假新聞法。因為以前傳統上傳媒係印刷嘅，啱唔啱啊？投稿正反兩派投稿都係印刷嘅，不過依家印刷報紙而少人睇啦，私隱共益。大家多數上網睇，你唔單止睇，你仲想 comment 咗仲唔夠爽，仲想 share， 尤其是自己仲可以創作添，係嘛？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因為資訊革命，今天人人用手機，你也可以創造新聞，你也可以分享新聞，因為現在是科技革命的時代，以前係工業革命，所以印報紙，依家係科技革命。所以你網上可以傳訊息，這個叫做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所以那接驚，那接要通過反新聞、反假新聞法來鎖自己喉嚨。這個阿哥一定同意我講的，包藏就是人民的喉舌，對不對？鉛製報紙就是鉛製的喉舌。我們日看報紙，中國報、星洲日報、Star、烏都山，那接那個 Alpha 就這樣鉛製報紙。所以你日買報紙，依家幾多錢一份啊？溝半錢係嘛？係啊係啊！你睇溝半錢嗰邊茶鋪嚟講睇報紙嘅，我講同意嘛？我係畫政治漫畫出身嘅，政治漫畫就係反映一個國家嘅新聞自由度嘅標準。西方國家政治漫畫可以對克林頓，可以對特朗普。共產國家不可以政治漫畫對視晶片。馬來西亞，你看中國報，你看星洲日報，你看南洋商報，你有看過原文版有政治漫畫對阿接哥和肥婆嗎？沒有的，對安華就有，對麥夏爹有，對林吉祥有，看到沒有？政治漫畫就是衡量一個社會開放度的標準，這是傳媒學基本道理。馬來西亞沒有政治漫畫，馬來西亞是時事漫畫。時事漫畫最出名的我朋友叫電話仔，中國報都要畫嘢啦。佢同我講咗做更先，中國報嘅尺度最大，最細係《星洲日報》，冇計噶，一樣係叫。所以藝術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學生運動、呼吸運動，都希望支持我哋上台嗰號廢除惡法，廢除惡法。解放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人民的創造力，我們這個才是一個有活極、有自由的社會，同意嗎？我再講多個 point。 馬華工會六十幾年來，我們一直屌去講去什麼？馬華祖告、馬華憲政、馬華出賣我們的民主權益。聽好啊，我中文發音很準的，馬華出賣我們唐人的民族權益。這句話從林吉祥熬到現在，其實熬了一半而已，未講完的，我今晚講完給你聽。馬華工會不單止出賣我們的民族權益，馬華工會最大罪是出賣我們的民主權利。聽好啊，這兩個詞發音不準啊，一個叫民主權利（democratic rights）， 或者叫 civil liberties，
一个叫做民族权益。妈话工会做走狗，佢多数怼鸠佢，话佢耍时候波群唔公平，新村拨款唔公平，统筹唔承认，啊一夜奶嘅敌位唔敢捍卫，饮酒唔敢出声，啊嗰啲回教党积极嘅时候，我哋邱仲喺度含埋鹌鹑，呢个叫做民族权益被出卖。不妈话最大罪系出卖你的民族权益。什么是民族权益？今日同大家探讨啊。自由，听好啊！自由是一切权力之母，自由是一切权力的老母。你冇自由就冇办法讲平等，你冇自由就冇办法讲环保，你冇自由就冇办法讲捍卫华小权益。点解？嗱，依家我攞麦啊，我讲，我同黄德反对呢个军单师徒撑，结果我两条被又拉又锁，四月九号要判。如果過咗2000元，黃德就冇得做候選人，因為我哋嘅言論自由權、我哋上街集會權、呢個民主權利都俾邱仲毅出賣咗，所以我哋冇民主權利、冇攞麥嘅自由，講咗話唔死，驚馬打抽秤嘅，呢個喺馬來西亞仲未做到。嗱，非知佢揭發嚟賣養牛嘅冚家產嗰啲醜聞，結果佢要坐監，係咪啊？所以揭發醜聞呢個係一個果。保護我哋揭發醜聞個因唔受到人對付，就係、是、言論自由。馬來西亞冇，所以我哋依家要選新政府，廢除惡法，就係、是、使到我哋可以用自由乃一切權力之母保護個老母，先至去保護個仔。嗰、那個仔就叫做民族權益。你嘅兒生啦，你嘅統校揾片啦，你華時候波群啦，你馬華揾上蘇秦倫啦，呢啲冚唪係民族權益，係仔仔孫孫。民族权益是阿妈，阿妈都死咗，嗰啲仔又冇人睇，好紧惨啊！私生子要妈妈孝啊，妈妈死紧咗，啲仔又扑街啊！所以妈话几十年啦，最紧衰就系出卖民主权利，选举划分，划到妈话自己其实都好，未必有胜算啊！阿咪唐人集中一齐，妈同我哋打佢输得更快哦！佢开会可以讲反对，喺国会可以投票支持，选举自由系嘛？一人一票嘅公正。呢個係民主權利，馬華工會都可以出賣，係咪正撲街啊？呢班友，係咪啊 ？Facebook， 我哋大家講話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新科技革命，人人都可以講話。馬華工會又抬舉手舉腳支持反假新聞化，出賣你言論自由喺 Facebook 嘅講話權利。如果佢仲咁緊蠢頭，馬華工會我唔知你真係唔知乜。唔知乜咁物種嚟，唔知係咩爬蟲嚟啊，或者咩？我真係諗唔通啊！真係，我講到咁，我講就話講到好太深啊！明白嘅唔該拍手。馬華出賣你嘅民主權利，兼出賣嘅民族權益，60年同佢算一次數，好唔好啊？好。60年就俾呢班友做反對黨，然後我哋冚硬投曬行動黨。行動黨裏面有咩啊？有唐人部長，有馬拉部長，亦都有印度人部長。南亞裏面有蔡天強，有李文才，唔係人才啊？李文才蠢才啊？嚇、啊？李文才唔可以做部長啊？李文才做醫生，佢唔可以做衛生部長啊？阿妻司機都可以做，係嘛？喂嚇，邱仲毅咁嘅人可以做交通部長啊？嗰啲冇人做啊？我邱光耀名牌大學博士啊！我唔可以做反偷污局總監嘛？得唔得？嚇？唔得啦！我邱光耀從來就冇謀官做噶，而我嘅學歷，我師奶殺手啲咁撚勁嘅妹妹，個群眾演講咁多人支持，我想同林吉祥講，大佬俾個安全區我打下得唔得啊？林吉祥唔俾我啊，係我唔愛啫，大佬。我從外度講，我要學孫中山，男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兩線志就是我心中的大事。我今年48歲，我仲有2年時間，我大運就行曬。我四十歲嘅時候，我喺中國做工賺人民幣嘅時候，因為周明夫冤枉死，我睇到新聞，我同我婆講，聽日就辭職，我從中國翻嚟。我婆講佢傻咗嘅咩？中國揾緊人民幣幾好揾啊！你翻嚟馬來西亞做咩啊？
我翻嚟同周勉夫報仇。我話：我冇咁衝動，我個老婆帶我去香港揾一個姓魏嘅同學睇我嘅事實八字。佢唔識我啊！如果埋身任何算命佬知道我邱光耀啊，知道你背景啊，隨便講啲嘢氹你開心啊，係嘛？個香港姓魏嗰個風水師好出名噶，佢唔識我啊，佢唔需要俾邊個邱光耀啊嘛。而家十年前我邱光耀都唔係 Superman 都未變身嘛，就個博士啫嘛。你一睇我名界，我邱生恭喜你，你有十年大運。我話得啦，十年大運，老婆翻。老婆，嗰十年大運應該喺中國賺錢啊嘛，翻嚟馬來西亞做咩啊？我講我十年大運就獻俾行動黨。我從2010年我獻到2018年啊，我十年大運仲有兩年啫，我兩年我都俾埋行動黨，俾埋司馬遠等，大家俾個機會佢哋好唔好啊？行動黨依家遠港最多人係林德祥，第二係我。我比林冠英走得仲緊要喎，因為林冠英做首席部長，佢公務在身，我冇噶嘛，我無業遊民啊嘛，我周圍死剩把口周圍演講啊嘛，我一晚講三場，我聽日仲去助科，我今晚飛車翻嚟嗱，講到12點，我翻嚟時候兩點三點高洪波衝過涼，8點就起身啦，就開始要講，大佬你睇我 Facebook 知道啊，我點解咁緊辛苦，唔放個緊字都唔得，係好緊辛苦其實，我為乜嘢啊？我為乜嘢啊？我得罪報紙佬，唔好意思大高，今日同你道歉。我得罪好多評論者，我何必要得罪人呢？我有冇私人恩怨啊？冇。我為阿光做事，我為阿公講話，我冇細路仔啊。我冇生啊，唔係我唔生得，我好勁啊！我幫我冇生。喂，拍手啦！喂，不過你哋嘅細路仔就係我嘅細路仔，我就為咗你嘅細路仔我而奮鬥。因為我咁嘅人唔係講得特別聰明啊，香港中文大學全世界排46啊，全世界啊排46嘅名牌大學啊，可以俾博士獎學金我啊。不過我呢啲喺馬大撳到啊，因為膚色啊。行動黨嘅文宣冚唪唥我大到咁嘢噶，點樣懟翻馬華？點樣懟都冚唪唥我係大佬入邊。我哋有分工啊。不過我咁嘅人大到咁撚勁，我都冇入，我都冇做候選人。我為乜嘢？我為咗你哋啊！Do or die, now or never.Do or die, now or never， 冇機會喎。今次如果佢哋唔反，馬爹反，佢哋唔反，馬爹又馬嘅海嘯，佢唐人退潮。馬爹一大選，曬單過後仲係輸。馬爹如果今日投票開票，馬爹輸咗，你知馬爹咩反應嘛？我表現俾你睇，馬爹就會咁咯。如果今日投票開票。行動黨輸了，你知道林吉祥會怎樣嗎？我表演給你看，林吉祥有 cancer 的，知道嗎？大家知道謝霆鋒嗎？大家有沒有聽過謝霆鋒的爸爸？謝賢啊，跟那些人家做鬼的時候都看那些香港語殘片啊，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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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林吉祥有 cancer 嘔血死，那阿姐和肥婆呢？開心到死，冇機會噶。馬爹如果一輸啊，我相信馬爹嘅健康啦。老人家係咁啊，依家老人家係去回光返照啊，好勁啊嘛，係嘛？如果馬爹一輸咗，佢即刻炒曬啦，成個係咪啊？信唔信啊？林吉祥都炒啊，真係林吉祥都炒。食咩凍吉亞啲咩 B 糖都冇用啊，炒曬啦。因為而家佢最亢奮嘅狀態，因為佢有好大嘅資源啊嘛。所以頂到30日啦，一開票一輸啊，佢即刻露曬咁，嗰場真係一夜白髮啊！真係噶，我冇呃你噶。咁馬來西亞變咗咩咧？馬來西亞變咗那吒千秋萬代。我哋以後再冇機會用選票嚟作反。我哋冇機關槍，冇手榴彈，我都唔鼓勵你包衣革命。我冇叫你 revolution， 我叫你 reformation 啊！兩票就係作反嘅武器。如果我啲傻人嚟投廢票，兩票都唔要嘅話咧，你真係 surrender。投降，你兩票作反，你都唔投反對黨，唔投新政府，你又真係折墮，你自己將兩票都 surrender， 你就任人魚肉，
馬來西亞而家我哋唐人個巴仙率佔人口 23%， 投票就係每票必計，選舉又搞奸，佢哋又放好多非法移民我登記，選區劃分又越劃越唔似樣。再多五年，再多十年，多咗十五年，我哋人口跌到17%、13%。我作為歷史學者，我同你講，馬來西亞華人會變，會變成乜咧？我今晚同你講，我哋變成咗阿殼，知唔知個名啊？知。唔係吊柄殼啊，唔係周炳夫啊，係印尼個前扎格達市長阿殼，因為印尼唐得5%，難得選出一個唐人做市長。個市長冇貪污，管扎格達管得凸凸掂，交通又好又廉潔。結果佢因為講一句説話，就俾嗰啲印尼包頭極端分子講去褻瀆伊斯蘭文明，搞到佢雞毛鴨血，雞毛鴨血唔單止選舉輸咗，仲要坐監兩年。你睇到冇？因為人口少，我哋唐人就好似印尼唐人啊嘛。呢個時候難得馬來人作反，馬爹帶頭作反，佢哋唔珍惜咁嘅機會。啱唔啱啊？馬爹就李登輝啊！李登輝死咗個，台灣都冇咁嘅人 shot 噶。馬爹係馬來民族嘅李登輝，馬爹如果一死咗個，馬爹毛統都冇咁高扮吉嘅，可以出嚟同我哋反對黨一齊噶，係咪啊？今次真係佢唔珍惜呢個黃金機會，佢唐人如果算風水咧，信風水60年就轉一次天間地字，啱啱好馬來西亞就毛統統治60年，啱啱好時辰到啊，天都要收你啊！啱唔啱啊？60年仲唔作反，等幾時啊？你班友係咪啊？所以記住，我總結就係、是：我哋作反就係偷兩票，所以千祈唔好投廢票。再嚟，人口越嚟越少，選區劃分越嚟越奸。唐人如果今次唔反，以後再反都冇機會。第三，冇俾我哋嘅子子孫孫以後怪我哋阿爸點解佢要反嘅時候，佢咁撚蠢嘅冇反。因此他們變成阿殼，你的斗記仔以後孫女會怪你，為什麼你可以挺身而出，不是叫他參加革命黨，投兩票你都不肯，結果以後他們仔會變成阿殼就怪你，他們的民族就慘了。我們在馬來西亞做少數民族就慘了，馬來西亞少數民族不是靠馬華救你，是要靠個制度來救你，不信人信制度。最近死了一個台灣的大思想家叫做李敖，聽過一個名字的拍手李敖，我而家咁緊事，因為我中學開始睇李敖嘅書，我睇通曬李敖啲嘢，冚唪唥睇曬，所以我寫文章，我中學寫文章嚇死我老師嘅，寫醫管委嘅時候，放科寫嘢嚇到我老師，點解啊？因為我睇李敖啲嘢多啊。李敖一句名言，大家分析係嘛？兩線字，台灣有兩線字啊，兩線字就是壯大烏龜打王八。不是我講啊，李敖講啊，因為李敖在台灣被人屌，哎呀，李敖你以前國民黨迫害的時候，啊，你就支持民進黨，結果民進黨做政府，你又去支持國民黨，你冇原則嘅，一時藍一時綠，一時青一時藍。李敖講啲傻撚嘢，我是堂堂台灣的知識分子，自由思想的大學大文學家，所以我同你講，兩線字在台灣就爆炸，兩線字叫做壯大烏龜打王八。國民黨做烏龜的時候我就裝得明晶鄧拗鳩去；當明晶鄧做王八的時候，我就裝得國民黨拗鳩翻去。佢兩隻拗嚟拗去咧，就兩邊都可以互相監督，冇人就可以食錢喎。你間場明唔明啊？所以而家馬哈爹同阿 Jeep 就係裝得肖想打奸產，明唔明啊？同李敖道理一模一樣嘅。我哋呢條破船啊 ，engine 又壞，個船長又粗又衰，阿 Jeep 就係咁嘅船長。揸嗰個船長啊，唔係佢係碌嘢啫。揸嗰個船長嗰個啊，其實係 Rosma。Rosma 決定個船點樣行噶。佢就睇老婆嗰度有嘢喎，嗰個島嗰邊可以打仗喎。嗰度有啲 MTV 傻緊，俾佢食咗先，唔識發作反喎。60年啦，啲唐船從馬下爹揸揸到交俾白鴨，白鴨交俾咗那珠，依家那珠變咗搶刀土，那珠變咗鞋刀土，依家馬下爹轉過嚟。同我哋小眼文揸航空母艦，好唔好啊？而家你投嘅航空母艦，你再投俾馬華就係投嗰套破爛嘅鞋兜船。我哋而家正規軍人，我哋打海盜，就好似成龍 A 計劃咁啊，係嘛？
馬神探馬如龍啊，佢哋依家就係去打嗰啲和山炮，係嘛？馬華公會就喺海盜奸淫奧約，我哋依家就係要30日收佢個皮，將呢套海盜船一炮砰俾沉，由我哋成個肯高姆尖載住三大民族，從此馬來西亞有一片自由嘅天空，有一個平等嘅土壤，有一個乾淨嘅政府，有一個受人尊重嘅細路仔嘅新嘅未來。我講到身水身汗，總結一句：今次大選記得團結馬哈爹，善用馬哈爹，騎馬殺雞。馬哈爹是全民共聚，那就不是全民共敵。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嚇、啊！呢啲道理一明白咗咧，嗰杯茶鋪聽日幫我傳。邊個願意睇我睇到馬華走狗聽日幫我傳嘅？唔該拍手。我講嘢已經好閃不咗啦，所以因為我聽日我今晚仲要飛車翻 KL 嘅嚇，我揸車我都好小心嘅，我費事咁快見夾把聲啊！我唔知呢方面啊，你有保鏢啊，又有司機啊，我乜都冇啊，屌我一丁有啫。其實我幾危險啊，好多人僕我慘啊，不過我打得，屌係咪？我識詠春拳空手道啊，所以我未驚我啊。所以多謝大家，我希望大家今晚可以摺高枕頭揼一揼，抹下啲。是驕雄，點解咧？我哋依家要團結去，因為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所以希望大家30日兩票都投俾我哋屋嘢，就叫做岩眼嘅屋嘢，好嘛？大炒漢帝，隊暗撲街，出口個口號，同我嗌完就走，胡耶朝敲，隊暗鞋刀，好嘛？我嗌胡耶朝敲，佢嗌隊暗鞋刀，好唔好啊？大聲啲，俾個記者寫嚇。胡耶召敲，屌太斯文啦，大声啲！胡耶召敲，再多一次，胡耶召敲，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